自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，中方一直坚定地站在对话一边，站在和平一边，以自己的方式劝和促谈，为缓和局势、化解危机发挥了负责任、建设性的作用。美方作为乌克兰战场的最大武器提供者，不断地抹黑中方可能向俄方提供武器，这不仅会干扰阻碍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进程，还会进一步损害中美关系。我们敦促美方停止抹黑甩锅。 拱火祭刀，同中方和国际社会一道，共同推动外交谈判解决危机。我们也希望，美方如果有什么情报的话，要提供的话，真正有价值的情报啊，应该多提供一些关于北溪管线爆炸事件真相的情报。我们希望尽快地看到美方在这个问题上做出严肃、负责任、认真的回应，而不是遮遮掩掩。